Seventeen 成员文俊辉搭档校园剧夯女主张苗仪的甜宠剧独家童话上线啦。她饰演成绩超好的高冷校草和天真开朗成绩却烂到不行的张苗仪，展开一场青梅竹马的校园青春恋曲。两人还用男女朋友视角录了超可爱的宣传小短片。在做什么？不会才起吧？这么晚才接电话，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就知道，这么重要的事你都忘了。今天是独家通话开播的日子。快准备一下吧，我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太阳都这么大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啊？这么晚了才接电话。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啦？你居然真的忘了？那我再说一遍，这次你一定要记牢哦。两人的甜蜜镜头不少，拍吻戏时也是认真研究角度。不过看偶像拍吻戏，克拉们真的是想看又怕扛不住啊。一个是这边拍的，对，但我镜面也得搞一个。这样拍的话，就是一个人自己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掉呼吸，漫长的距离，我用思念来代替。林超，我的弟弟林超，从小就很依赖我，成绩跟我差不多吧。你要是有人家超超一半，做梦都能笑醒。他口是心非，那你叫声哥来听听。你乱唱妹子模板啊你！身高和智商哪点配当我的姐啊？小兔，他饭量大，素质发达。我跆拳道可不是白练的，头脑简单，笨手笨脚。跟踪我们呢，也不一定是坏人，也有可能是暗恋我的人。暗恋？你是转向灯啊？你以为有什么别的意思？干嘛？我弟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，不许和他走得太近。林超，你是不是看不得有人喜欢我啊？我把他当弟弟，他竟然对我……聊就聊嘛，贴那么近干什么？你连老公都叫，还怕和我传绯闻？追女孩子就要先从她感兴趣的事情下手，再顺便搞一点点小浪漫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刚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脑海里面想的是谁？林超。我想珍惜从今天开始的每分每秒。你说我们两个真的很不像情侣吗？我喜欢的人是最真实的人。滚！走！小兔，心机男，不喜欢。